虽然说我们之前来过上海嘛，但是和这个不一样，这次呢我们来上海举办我们的签售会。上次用的服装是 MV 里面的服装，然后这次呢都是我们自己搭配，色系都还都不太一样。这次的主题就是 Hutton。 更开心一点，稍微再放松一点。上一次的话因为紧张，麦克风就在我们旁边，但是没有拿起来跟 boss 们说很多的话。我觉得这一次应该跟大家多多互动一下。因为就是我们刚来上海，还没有时间去吃好吃，估计今晚能吃。非常的满足，大开心，一直在放音乐，然后需要就每天跟着唱，跟着唱，跟着唱，跟着唱。其实我原本跟着唱，累吗？其实我原本想跟 boss 们掰手腕的，我想一下掰150个够呛。总之呢，咱们今天看完签售会，觉得特别开心，对吧？对。然后 boss 们也很热情。对。就是下一次呢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更好的相见，对不对？对。下来就来了，好，那我们期待下次跟 boss 们见面吧。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